我们今天到乡里面来榨油嘛，然后呢，油还在继续榨当中，让奶奶在里面先守着一会儿，我就带大家来逛一逛侗寨是怎么样子的，走 ，Let's go。逛到了这里之后呢，会看到有一座鼓楼，对不对？这座鼓楼就是侗寨的鼓楼，在我们这儿呢，就是每一个寨子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鼓楼嘛。年过节的时候呢，就会在这一个舞台这里表演节目。来，镜头跟过来，跟过来，跟过来，这就是我们伪寨的鼓楼了。反正每个鼓楼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我们都去了呢。百戏的这边，现在有些另一位嘛。现在还有。哎，你表演了的？刚收到一个通知，5点钟的时候我们去看表演去啊。但是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侗语学习长廊。来，不会讲侗话的朋友们，来到侗寨必学的一些侗语，这样子呢，对，咱们就以为你们是本地人了啊。来看一下。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学各种语言开始都是要从你好他好大家好来学习，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就是咩来猫来小雪来这里有一个看一看瞧一瞧就是怒一怒怒一怒，哇，这个最重要的，我跟你们说，先别看，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真的每一次只要人家一问，哎，你们这个怎么话怎么说呀，这就是我爱你，哇，快来看一下我爱你侗语版到底是怎么说的，来大揭秘一下啊。这就是什么，你们自己念吧，我就不念了是吧，这些全部都是一些交朋友啊然后到家里面来做客的这个翻译。有点饿，我又看到那个油茶了，我们再去吃一碗吧，快来，因为我刚刚吃了中饭，然后一出来感觉看到这个油茶又饿了。在这个寨子里面就是满满的都是一些少数民族的气息啊，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知道是什么吗？这其实是一个灯，路灯，然后这个形状就是我们这个乐器啊，侗族的乐器芦笙，就是用这个芦笙来做成一个路灯。老板嘞，那没有啥的嘞？没啊。那我多管你吃吗？下一碗，下一碗就行了。现在你不吃的话，我就不客气了。可以，你们是从广东过来的呀？对，听你们说广东。我们从中山这边过来。哦，就你们两个了。对啊。我们这一次过来。啊，从这里走过去是吧？哦。在我身后的这个就是我最开始介绍这个侗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航拍的嘛，是吧？看到了我们的这个风雨桥，还有对面的这个寨子，还是非常好看的。
一个球场，然后我们以前举办运动会的时候，就是围着外面这一圈小小的这个跑道来跑步啊。咱们这个动作也逛得差不多了，吃也吃饱了，然后现在就回去看一下奶奶那边茶籽油炸的情况如何，看看好了没。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大家有喜欢十三妹的，有喜欢动寨的，咱们就记得给我点个关注，然后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